四月底趁着五一假期前往日本青森拍摄 MV 的音乐社的各位，正好遇到青森樱花最盛的时候。没错，就是正好，我才不会说是为了拍摄樱花特意去的北海道的下面是青森。今天的随笔日记和少年们趁着仅有的一点闲暇来逛逛这个有一点意思的樱花季吧。你要吃麻好了吗？我不要。是，来方便群，你帮我。这么凶、啊？对我来说有点多。哎，你告诉我哪走，我走了。好，好吃吗？还好，还好，那肯定就是。哎，不管什么，来下面是年糕。年糕？感觉是，不是假的。来了。怎么了？哎呀，我太舒服了。所以好吃吗？好吃啊，挺好。哎哦，上面是冻沙，谢谢，谢谢。我不要，你不是阿旺吗？是要了一个吗？谁的？哎，没有要啊，没有要啊。来，要不要？你先吃吧。来啊，你先吃。啊。我发现我最近在手机客户端上打的成效率很高哎。这本很好。很好吃，对。对呀，你看他们这一版，假的假的。你们在听？我不开心。你喝麻辣？今天我喝醉了，大家随便耍。当时我都。来，好吃吗？来呀！感觉怎么样？来呀！好好吃啊！来一个。你们在这吃吗？要不要？我可以要那个鱼吗？哦，果果。这东西。可以可以。哎，王凤姐。你不要总是听。现在我在日本，我在日本说重庆话，这是一档新的节目。对，我们要把重庆话普及到日本。重庆话。不要当。别说了，我们三幺五。没有啊，现在就在。哎。
涛哥别进去。音乐，我已经进步了。啊，问你，我一瞧都没抓到，我刚想不正。慢一点，小心一点。拜拜。来，对你这造型说两句。买家秀。谁是买家，谁是卖家？我是卖家，他是买家。这个是闪光，我要拍全景，我要拍全景。好，好了，等一下，往前走。好了，来啊！我三二一，有这个方法。十一上来我。你要背我，翟一文是十一上来我背你，翟一文了，十一上来背你。哎，今天我们还赏这个夜莺啊，大家有没有？对，我觉得漂亮哦，很好，好像花瓣都已经露得差不多了。而且我们真的在湿哒哒的地上，后面还有在滑，感觉也是特别的美。对。对啊，后面是像在月光，后面靠海，像我们还坐在马路，像樱花河。地方也很美啊，这道路，还有这河，还有这山，这水，对，不要等，那山那人，对啊，虽然天气是有点冷，但是我们内心却是激情，却是炙热，还是这边对，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就是比较美的，但是打这边的路，我开始以为我觉得白天的天气会很好，但是，对，没想到天气更好了。就是白天看到的樱花就已经很惊艳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晚上，然后这个樱花还有这个灯光，然后就配合在一起，感觉非常漂亮。得过的很好了，漂亮哦。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蹲低手到河的去看景色。好，我们现在中国梦水跳水活动三二一跳。我们要去租船了，拜拜。对，我觉得要去划下船，对吧？对，那就直接走了，是吧？拜拜。当然，关于音乐社的日本行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义安音乐社的随笔日记。今天就先到这里吧。